说，那你先去哪里去做义工，做个1个月，你就找到工作了，因为你会有福报。啊，你没有福报，没有服务的心态，你永远没有福报。但是有福报的人，在不好景气、不景气，他也赚钱啊。没有福报的人，人家赚大钱，你就赚不到钱啊。这是公平的。所以念一下“罗汉脱空钵”，这什么意思？修到阿罗汉了，钵拿出来还是空的，最后饿死了。在佛陀时代，很多阿罗汉是饿死的，已经修到阿罗汉有神通了，饿死了。为什么？他从来不修福报。每天打坐，我赶快消贪嗔痴，他就会饿死啊！所以有一个阿罗汉呢，快饿死了，然后舍利弗就把食物倒在他的钵里，一倒下去马上就蒸发掉，一倒下去马上蒸发掉。后来实在没办法，叫对方嘴巴啊，丢一颗糖一含，他死了啊！但是至少他证阿罗汉了，但是因为他没福报。第11，付出最多的人也是收获最多的人，所以各位，你看公司啊、家里也多念这个，好不好啊？大家来比赛付出。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还要简单的做一次回向。那我们会把各位写的牌位带到下一站，好不好啊？如果回去飞机不超重，带回台湾继续超度。啊，但是各位你放心好了。我们这边有联络人几位帮忙啊，以后如果你真的碰到生病，你可以传名字来，我们帮你写，好不好？因为我们借这个机会修福报。你家里有人往生，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连线，我们现在有国际万场放生，到现在已经做了15场，15万场。昨天救了很多蟒蛇啊、兔子啊、蝙蝠啊。啊，野生动物在世界各地都在做，因为这些功德集合起来，可以去回向给对方，互相帮助，互相帮助。所以各位有人生病啊、往生啊，我们就帮他助念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师、很多道场，大家互相帮忙啊，因为就没有压力，没有金钱上的压力，但是你不想要。所以像我老实说，我很多人送我地啊，送我地方啊，所以我没有盖道场，啊，因为人家送你的，给你用的，那我这样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啊，甚至我来到澳洲，我都是很多菩萨，我帮我们租场地啊，弄来弄去，走了还剩下钱给我们，都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钱就留在澳洲，不要带到台湾，因为澳洲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两天好像有人布施给我们，最后我们会把钱留在澳洲，希望各位去，不然帮我们买面包也好啊，买米也好啊，去做一点，做便当也好。所以我们在法国，每周现在希望1周2次，每次买50个便当，一个便当60欧元，不间断的去结缘，因为法国那些流浪人街友很多啊，美国更多。那我想一点点钱。反正就会跟他结缘，有些去放生啊，有些去布施鸟，有些做烟供啊，也到处结缘啊。甚至在尼泊尔、印度有很多好事做不完，所以再念一次，世界是道场啊。所以人家问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盖道场？”我这世界道场跑不完啊，监狱是道场啊，医院是道场，那饭店是道场，任何地方。道场在这边，慈悲心啊，用慈悲心，一个不执着的叫空性，了解一切的智慧，然后去服务别人。所以道场必须从你的人格心态表现出来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些，你的公司是你的道场，你的家庭是你的道场，你要有这个观念。出家在家随缘，为什么？菩提心整合了出家跟在家啊。所以，真实发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几天感谢我们几位菩萨发心。这一次我来墨尔本，我也不认识半个人，刚好在微信有一位这位女居士跟我们联络上了。我们说拜托拜托，我们哪里可以弘法啊？后来就决定在饭店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啊。然后当然就有一些菩萨出钱出力，念一下随喜功德啊，念下来，那么萨多喃，三藐三菩陀。
居之难，大智塔，嗡，这里朱里，尊体萨婆诃。所以这两天很多人出钱出力出车，然后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才把这个法会圆满。包括各位来参加法会也是一种功德，让法会让拍下去还蛮多人的，他们会觉得这个佛法兴盛，这也是个功德。所以念一下，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布施随喜一切，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每天都要念一遍上报父母祖先，每天你不要说哟，我初一十五有拜这样啊，每天你做的好事都要回向，也对父母感恩。再来，上报所有众生恩，你做的功德都回向给所有众生啊。再来，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这个世界政治的力量很大，所以不管谁做皇帝、做国王、做总理，我们都回向给他啊，希望他有越多的福报跟善良跟智慧啊。就是没有福报他才会做好事坏事，有福报不会了啊，所以要回向。来，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嗡阿呼，下济恶鬼苦，嗡阿呼，下济动物苦，嗡阿呼，回向所有流产胎儿，嗡阿呼，冤亲债主，嗡阿呼，所有病苦者，嗡阿呼，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再来，我们要回向牌位，然后来麻烦各位起立。我们会念药师佛药师咒，然后各位就观想你家里的人啊，父母、小孩、家庭、事业，太多医院、老人院，包括你的家庭、公司，你每天要回向给你的老板，每天回向给你的客户，每天回向给你的员工，感谢他们，因为是我们要培养悲心啊。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我念药师咒，那各位就观想药师佛的琉璃光进入你所关心的人事物，包括世界。来，那么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里婆罗摩诃那世耶当他揭多耶或乃阿帝三藐三菩陀耶大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上摩揭谛说，那么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婆罗摩诃那世耶当他揭多耶或乃阿帝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上摩揭谛说哈那摩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婆罗摩诃那世耶当他揭多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大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上摩揭谛说哈。请各位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现在我们念观音菩萨，那把我们大家的共合起来的功德，随喜所有诸佛菩萨所有道场修行的功德，然后加上念观音菩萨，那你就想到你所要回向的人事物都能够满愿啊！你要考试啊，要做生意啊，希望对方健康啊，当然你从世间的福报回向到你能够没有贪嗔痴的升起大悲菩提心啊，能够走入一个圆满的成佛之道，
也这样来希望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时时常行菩萨道，而念观音菩萨来。观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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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哦，音看到你菩现在的萨，爸爸或妈观妈音家里都菩很健康、萨，很快乐，观一音种祈愿。菩萨，观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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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好，大家坐一下，时间到了吗？还可以吗？哦，这边有几个问题，我赶快回答一下。很少，还要做一个功德。第一个问题。强烈呼唤海涛法师再来墨尔本，然后明年法师为我们办短期出家，好，随喜功德。无论如何就会来。我现在分身乏术，但是这也是我的福报。很多法师很羡慕海涛法师，哇，你很有福报啊，天天往外跑啊，这样，我都不敢讲话。但事实上我随喜自己，我因为我很有福报，所以我这个人就不敢浪费。我比很多法师都很有福报，我自己也知道。所以，但是就是要惜福嘛，也要低调啊，但是就尽量奉献啊，尽量付出。因为你再好没有用，众生好比较重要，对不对？希望佛教流行。再来，我们吃素念佛，但家人不吃素。我要给家人做不杀生，但怎么做才能够利益众生？又利益家人做饭要念什么咒？你身为一个妈妈或女人，你不能说因为你吃素而要求你家人吃素，你只能用你的爱跟智慧。感动他们愿意陪你吃素，那还可以啊，这是你自己要做得很好。所以威德利大的人，福报大的人，别人都听你的。如果说你是很有钱的女主人，我看你老公一定听你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福报啊？但是无论如何，就算你必须为他们煮肉，你也是怀着慈悲心，这些肉。我帮你们念一些咒啊，念佛号啊，希望你们超度这样啊，就是你要用一个悲心，你也不要觉得啊，我煮了很痛苦，我这样很痛苦，没办法，这是你的因缘，你接受，但是你怀着悲心去做就好了，全天下这么多动物这被杀，就你家这几块肉可以被超度，他们很有福报，这样啊，但是当然你这样一直随喜，哪一天因缘到了。如果你用一个抱怨、一个抗拒的心，你家里的人也会感受到你的抗拒，吃的就很难吃，那个对立就越强，了解吗？所以各位，你先安忍自己，然后很空性、悲心的去做，你家人哪一天就很快就配合你。很奇怪，佛法就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念什么咒？那当然，煮肉的时候我们会念一个咒，来，嗡，阿比拉吽。嘎扎拉曼，说哈，这个叫催肉往生啊。那如果你不会念，你就念南无文殊菩萨或南无观音菩萨，你也可以念嗡嘛呢呗咪吽，或是念药师咒也可以。当然，重点是你念什么都没关系，你有一个悲心，希望他们离苦超度，这样啊，那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再来。西方主流宗教是基督教，请问师父，佛教跟基督教关系是什么？上帝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佛陀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师父从基督教转信佛教？
按照我的理解，每一个宗教都是好像佛法的化身一样，因为这是站在佛教讲啊。为什么？因为佛陀像观音菩萨，他都会示现成众生需要的形象跟当地的方法去引导他，所以最后慢慢的先引导他们升天，慢慢再引导他们去净土，最后引导他们成佛，就是这样。所以对一个佛教徒来讲，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想真正的上帝，因为上帝如果按照佛经呢，上帝是护持佛教最大的护法，是大梵天啊。所以而且上帝已经修到了八地十地菩萨这么高的阶位，所以基本上当然在我们佛教里面，我们都希望所有天主教基督教能够真实的到上帝的天面见耶稣基督啊，我们不断的随喜，这样就好了。当然对我而言，因为我听说了，我做过牧师，做过神父，我什么都做过了啊，我也在回教，我什么都做过了，那所以对我来讲每一个宗教我都很喜欢啊。那只是比如说我昨天一到墨尔本，我第一个一定是跑教堂啊，我都会跟他们这边最大的教堂是哪一间，我要到里面去拜码头啊，因为是当地的宗教，然后也去跟那边念经啊，那边祈祷啊，点灯啊，这是本来就应该做的。所以我想爱心是世界宗教，它没有分的啊，慈悲是超越的，上帝是存在的啊。所以那上帝是佛陀的护法，也可以说上帝也是佛陀的化身，就像印度教说佛陀是我们创造神的化身，对不对啊？无论如何反正你化我，我化成你，意思是说大家和谐比较重要吧啊。所以什么原因让我从基督教变佛教？因缘吧啊，因为在那个时间我是信基督教很好，因为很热忱很好啊。因为台湾的早期的佛教并没有教育啊，他就说我是佛教徒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但是在基督教我们读了一些圣经啊，唱了圣歌啊，一种对人的关怀不错啊。但是你在基督教蛮认真的，那后来你会因缘到了，如果你素食，你就会提升到对佛法哦，原来对人的关怀要扩大对其他生命的关怀啊。而且佛教里面没有对立的魔的观念啊，因为佛教认为魔也可以成佛，所以那在这一点，那当然我的因缘是如此了。想请问法师会去香港弘法吗？我本来定在明年2月，但是现在我就跟他们说，随缘，你要我延后我就延后啊。然后因为香港澳门，然后我真希望赶快去哦啊。因为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没有去，念一下人没到心到了，要回想。就像我这一次来墨尔本雪梨看看，跟我15年前看的都不太一样，我都印象了啊。但是既然来了，我就会把它放在心里啊。所以每天不管在任何地方做修行，各位都在我心里啊，我也在各位心里，因为大家就有利用佛法来连接在一起就好了啊，所以互相关心这是最重要的。再来，2018年已皈依后，因个人原因来到澳洲偏远地区，经朋友介绍只是去佛堂参加读经会，还让参加了开光大典，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不是佛教啊的一个道场，感觉自己的信仰被欺骗了，内心觉得违背了对佛的忠心，至今仍觉得苦恼。这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叫我到任何宗教啊，我都很自在，因为我认为你念什么啊，我是用一个好的动机回向给你就好了啊。没有人会背叛佛陀的啊，因为不是你故意的，不是你故意的啊，而且是你跟他的因缘。所以如果我们到其他的所谓外道道场，那我们也要对他慈悲就好，希望他们也可以变好，但是不要耿耿于怀，要放下。
佛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我无人无众相无众生无寿者，一切都不存在，都是空，那我们为什么要拜佛？空，大概我应该下午回答过了吧，空不是没有，这个只叫空，为什么？离开这些树木啊，山河大地，它不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纸里面有世界，有花草树木。所以，那但是纸是空，因为纸是因缘和合了，所以它会变化，火一烧它就化掉了。所以纸的本体是空性，但是纸是暂时存在，不是不存在。你打打看痛不痛？痛，空空空，啊。但是肉体会痛，但是你心里不执着，那就叫空，并不是说肉体不存在。所以我想在佛教里面说，如果你没有欲望不能出家，像我们要出家，师父说你有没有男女欲望？有，可以出家。因为你要有才去从有去修空，了解吗？而不是说没有。所以古时候有很多出家人说干脆把它切掉了 OK 了，没欲望。佛陀说欲望在你心里。那有些出家人说干脆我自杀，自杀下地狱。你要从有烦恼去断烦恼可以啊，所以我想各位，空不是没有，空只是你从有的现象包括感情去看到它的无常无我，所以感情是空，了解吗？如果你执着有，你就会痛苦，这个意思。吃鸡蛋喝牛奶的过失不太大吧，啊，看你的悲心到什么阶段了、像我现在不喝牛奶，因为你想到母牛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啊，所以但是如果有时候饼干里面有牛奶，我就吃吧，啊，因为你要找不到的很少啊，啊，但是纯粹叫我喝牛奶，我尽量不要这样而已，因为自从知道以后，每次喝就拉肚子，啊，因为母牛很痛苦，再来。我们做馒头包子要用酵母发酵发面，刻意培养生成了很多酵母菌，然后我们再用高温把这些刚刚培养出来的酵母菌给杀死，以蒸出又白又大的馒头，这算是刻意的杀生吗？啊，这个就困难了啊，那看你自己决定了。哪一个馒头不是像？所以有人做那种叫有机面馒头，真的不好吃啊，因为没有发酵。那印度很多这种。再来，我想各位五浊恶世真的没办法做到100分，怀着惭愧心啊，怀着惭愧心，能够做到了就尽量做到，这样而已啊。再来，炒股票、炒期货、炒房产，算不算投机赌博呢？看你是看远还看近。如果你是买长期股，反正买个房子放在那边，啊，你不起心动念，就算你是为了赚钱，也不犯五戒，因为没偷没骗啊。但是如果你要修禅定，对你会有一点影响而已。但是如果你是放长期的，反正放很久以后，我就那对你是没影响了，不然你要干嘛？什么都不干了，啊！所以不要去伤害众生还好了，应该这么想。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功德在做完，然后再来回向啊。那一下，现在这个叫滴水功德，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等一下。释迦牟尼佛这个故事我还是把它讲完，等一下还要他们有一瓶水吗？发给大家。我先讲这个故事。那佛陀时代一个国王叫宾婆沙罗国王，他初一十五都做很大的功德，盖了1000多个金舍。那有一天十五做完功德，晚上回家睡觉，鬼啊，找他找到天亮啊，他吓坏了。隔天他就赶快去找佛陀说，为什么这么多鬼来找我呢？我做不是做很多功德吗？那佛陀就说了，你不要说他是鬼，他是过去七佛你的爸爸妈妈历代祖先没超度，你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成为佛教徒以后啊，他们才可以脱离地狱，然后现在做恶鬼道，每天都等着你做功德，那你没有回向给他，
那宾婆沙勒王又说，那我又没有神通，我怎么知道？佛陀说，没有问题，从今天开始，你只要做完大功德，拿一瓶水，把这个水倒出去，观想这个水会流到很远很深，代表百千万世的祖先都得得到，而且恶鬼道也得得到，整个地方都得得到，然后这个叫滴水功德。南传佛教有流行，汉传佛教有人做有人没做，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分南传汉传，反正都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啊。所以现在要请曾老板了，好吧？好，我们今天请我们那位老板啊帮忙做功德，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曾老板的家里共修啊，希望大家都有福报，好不好啊？来，怎么倒呢？等一下，这就把你们先不用倒，把水拿起来，观想功德融入的水里面，好不好啊？然后我们曾老板代表大家，就把那个拿高啊，往那边，大家看看。啊，对对对，拿高一点。那各位观想，我们所有的功德就倒出去整个大海，好不好啊？你们在里面不能倒啊，这有地毯啊。是说他代表，等一下这一杯他会拿到外面，来跟我念来，哦，高一点可以，开始倒，来慢慢倒，强缘即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历代累劫历代祖先同享功德，各个土地鬼王魔王及其眷属同享功德。好，嗡啊吽。好，那等一下麻烦你出去，这个在我看就倒在你家那个土地最好。不用了，你这个到外面，等一下拿一瓶。啊，对对对对对，去倒在外面啊。好，那希望各位今天回去把你这一瓶水倒在你认为需要福报的地方，好不好啊？然后这个水倒下去就会流到最深的地方，然后变成流到水沟、河流、大海，变成水蒸气。意思是说，整个法界都得到功德。啊，这个叫滴水功德，但是一滴也不要剩，好不好啊？然后如果有多，你再拿一瓶回去给人家喝也可以了。那至少一瓶要倒，但是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最好每天倒一瓶，因为缺水啊。那你每天拜佛啊，你每天活一天，所以什么叫功德？一个人如果怀着慈悲心、菩提心，他连睡觉都是功德。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帮助别人，所以你只要活一天，你就有很多的功德，因为你要做善事啊。所以最后就把这个功德又汇集在这一瓶水里面，念一下嗡啊吽。你念不念都没关系，你就有这个意念，然后就倒出去，然后就流出去了，好不好啊？流遍，每天都这样做，然后你会发觉你就越来越有福报啊，而且你的祖先冤亲债主就一直得到这些功德。啊，这些福报，然后他们也就会超度。好，那各位现在要念超度牌位，请起立。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